馆长陈之翰经常在社群上针对时事发表个人见解，吸引不少网友的关注。近期素食店推出了史上最贵的单点汉堡，一颗要价385元的熬龙虾堡，标榜使用了100%野生的美洲熬龙虾，主打每一口都吃得到龙虾肉，而且全台限量30万份，吸引大批民众尝鲜。馆长也搭上这波热潮，拍摄影片分享了开箱体验。他吃了一口汉堡后，称赞熬龙虾堡很健康，因为肉很少，菜很多。接着似乎找不到适合的词语形容这个汉堡，更露出了诡异的微笑，随后还摇了摇头，似乎对汉堡不太满意。影片曝光后，网友们纷纷笑称，看馆长的表情就知道味道了。而且熬龙虾堡肉很少，很健康，这么明显的揶揄真的是太好笑啦。